韩韶希、宋慧乔日前有望一同合作自白的代价，最终破局，让不少粉丝失望不已。然而，身为头号迷妹的韩韶希，仍到宋慧乔社群霸气告白。20日，两大女神久违互动再度引发关注。可以看到，韩韶希在社群动态上晒出超夯的对镜自拍，然而拿手机的主人公竟是宋慧乔，手机中的照片则是韩韶希。还可以看到画面中有着 Sohi 的英文拼音，这肯定让身为迷妹的她开心不已，并在图上放了爱心符号和两个表情包。随后，宋慧乔也转发该则动态，并附上一个爱心图。两大女神久违的梦幻联动，让粉丝们看得津津有味。看来宋慧乔争夺战最后赢家是小迷妹无误啊。